大家好，我是蒂摩尔古新舞伎的编舞家巴鲁。这一次入围普利马艺术奖的这个作品呢，叫做《矮莎莎》。《矮莎莎》这部作品，其实在好几年前，我就跟舞者讨论说，我一直很想要做一部作品，是有关于这些我们排湾族甚至原住民的一些语助词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。这个语助词，不管是在你想消遣别人，或者是你很难过、你很开心的时候，在你的每一个句子后面，你都会加某一些语助词上去，譬如说矮莎、矮、哎、姨，这些很像，就是很多原住民的在说话的时候、在生活的时候会去加上的语助词。表演艺术如果不再只能看现场演出的话，它要怎么样呈现给观众？于是我们就开始策划了影像版的矮莎莎。